我是刚刚约车长的109年8月8号七度站九站9:01，我拍摄的是02次将沿线高速凹行的超值为小区快车1803/804，在七度站跟明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要去租车，然后我们要进或者租房吗？对，下一站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下一站瑞芳站。不行啊！哎，皮皮车厢。我想买个马达没，都点不来，就光看。八号站通过。好坏哦！然后通过两个就是。这个，你那拜拜。给我看你的领导。